第四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有高高電信飛車埋面黃衫，有心有型啊！出邊搶上去天時名區，最出仲有隻喜進之星啊！但係跟住個第六位啦，外面冚上去咧，仲有尋寶勇士啦，橙帽紫色衫第七位嘅馬咧，仲有日新月柱啊！後邊五隻想見你咧，內欄紫色衫尾四係長髮啊，尾三係精選威啦，殿後一對嘅馬唯美主義同埋紅衫一隻就生生性性嚟㗎，接近對面即老尾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係天時名區、啊。喜進之星就第二位，外面第三位就尋寶勇士啊，內欄第四，咁啊見到高高啦，中間第五黃帽嗰只就電信飛車，內欄黃衫第六位咧，仲有心有型，出邊咧仲有想見你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日新月柱啊，後邊四隻馬長髮精選威，尾唯美主義包咗落尾生生性性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仲係天時名區啊，見到外邊尋寶勇士上緊啦，出邊追電信飛車，偷入邊上，仲有心有型，中檔位置仲有日新月柱嗰啲馬，中間位置追咗少少，仲有只长发啊！最后百零米外边电信飞车已经冚咗上嚟，中间位置仲有天时名区同埋高高啊！咁啊，出边位置仲有长发个终点，电信飞车赢啊！跑第二名就近啦，天时名区埋边，中间高高出边追上嚟，仲有只长发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电信飞车咁啊都能够打开胜利之门啦！咁啊，当然入弯就已经揈出去咧，就稳位先啦。第二名咧外边追上嚟，长发有冇机会啊？中间系高高。入面十一号天时名区，好啦，田泰安有马赢啊！今晚电信飞车把握到今日个即系有个二档先啦，不过佢都系守住二碟飞出嚟外边追嘅，终于出头啦！电信飞车，不过二三四名啲脚啊难搞啲喎，要影下相啊七蚊独赢都算抵噶啦，跑二档起步啊！电信飞车一出闸留咗喺后面啦，长发咁前面快就比紧啦，红色衫啊高高啦，大我档埋紧嚟啦，天时名区同埋喜进之星，系啊呢度田太安真系跑得好辛苦啊，想加入去啊，系咪避只高高咧？系咯，唔知系咪高高埋嚟都阻到下只电信飞车，跟住只马又有少摆侧个头啊，有啲轮进，真系都好难操控啊，吓得我真系。三碟啊，寻宝勇士再后边啊，想见你贴栏啊，有心有型啦，包晒尾咧，日新月柱啦，精选。卷威长发系贴栏嘅，仲有两匹啊，生生性性啦，唯美主义。哇！就咁啊，天时名区咁重口嘅马，俾佢摆前面都几乎挨到一个位置添。生生性性暂时喺包尾都追几多噶、千二肯定嫌短啦。梗系五班千四噶啦，呢啲都。长发就早段啊，内栏慢慢啊移出嚟。佢稳位都稳咗一轮噶，呢度移出去咧，未有咁快现到个位啊。日新月柱都冇位喎，呢度搏嚟搏去都系冇。头先即系赞完嗰只喜进之星之后，佢自己都失嘅。唯美主义都追嘅，